請音響人員準備。上台，冇歌，邵家臻啦，冇歌係上咗台咁啊。其實我是一個928的當時參與者，當時驅使我們的就是催淚彈和我們想要真普選的一個信念，但是到四年之後我們很多年輕人確信了，其實在中共的框架底下我們永遠爭取不到我們想要的民主自由，永遠爭取不到真普選，所以我們需要在這裡講給我們香港市民聽，香港獨立是我們唯一的出路。我們在這個時候走出來去宣揚香港獨立的組織，我們是有心理準備會有不同的打壓，我們不會害怕，香港民族黨被取締得到，但是香港政府是取締不到獨立這個理念。首先我們很希望可以告訴香港人聽，其實無論你是爭取真普選，你本身是爭取真普選的人都好，其實爭取香港獨立是跟你沒有衝突的，而且爭取香港獨立是有確信可以走到的道路，所以我們很希望可以說服到不同的香港人去支持我們的理念。